原标题：俄外长致新华社莫斯科2月24日电。记者刘洋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4日发表公告说，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越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俄日双方只能接受的签署两国和平条约的条件目前尚未形成，俄方不会按照日方条件进行谈判。拉夫罗夫说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久前在国会发表讲话时称，必须按日方条件解决有关签署两国和平条约的问题，俄方不知道安倍的信心从何而来。拉夫罗夫说，目前尚未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签署和平条约的条件。针对此前日本表示计划在俄总统普京今年6月出席20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与俄方就和平条约问题达成框架性协议，拉夫罗夫表示，双方没有也不可能就此达成任何协议，俄方不支持就任何问题刻意设置解决期限。作者：刘洋。